南市政府环保局为今仔日开始到12月31日为止，推出乌金大放送，只要提特定的废弃物来回收，就会当加杯来换培养土。台南市政府环保局今年已经举办四场乌金大放送，总共换出大约27万包。为了提升资源回收率，环保局推出两个月乌金培养土大放送。台南市环保局要办理岁末培养土黑金大放送。从11月1日到12月31日止，在这段时间内，只要提无同的回收物，拢会当来换乌金。拿着手机一支，或者是电风扇一支，以及键盘5个，就可以换5包培养土。另外呢，拿着一个笔记型电脑呢，就可以换10包培养土。环保局也推出用石粉来做的品牌肥料上好肥，然后需要民众买单把握机会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